我现在在上海，这是豫园的一个商场，哈，这个装饰啊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呢，这个楼梯啊都是旋转的，是一个圆形的，中间呢还有一个圆盘，大家看，荷花。现在呢是下午的6点，我肚子有点饿了，准备吃点东西。现在呢我找一个地方吃饭，我已经订好了，乘坐电梯。电梯下来了，就在这儿吃吧，找一下入口。在这儿进来了，在这验证吧。你好，是服务员吗？对。好，你稍等。香菜你要吗？香正常。行，来香菜吃哦。欢迎使用微信支付。好，完成。套餐挺多，还有各种汤。生煎。好，生煎要自取哦。好，在这个窗口拿生煎。就在这儿了，我吃的是，牛蛙套餐，牛蛙小羊双拼和老鸭粉丝汤。在这等着，生煎来了。齐了，准备开吃。鸭血粉丝汤和这个牛蛙双拼。这个生煎包啊，这个芝麻，这边是黑芝麻，还有白芝麻，色彩挺好看的。我先吃黑芝麻的。哇，这里面好多的油啊。看，这是大腿肉啊，真是牛蛙呀。尝一口。这味道非常的鲜，吃起来有点像，这肉馅呢有点像火腿肠，我应该吃了一个大腿吧，牛蛙的大腿。哇，看，肉好多呀。鸭血粉丝汤啊，除了有鸭血，还有这个鸭胗，看，这有点像肝，猪肝的感觉，还有鸭肠，内容丰富，粉丝，看，食材特别的棒。好吃。有朋友在评论区里留言啊，说我蘸生鲜的时候应该加点醋，我现在呢准备加点醋。这醋应该挺酸的吧，看，哇，好出水啊，出了好多水。
蘸完了醋呢，特别的好吃，酸溜溜的。看，还剩最后一个，我打算呢把皮儿剥开。啊，把皮儿剥开之后呢，我准备把醋倒进去。哎，倒满了，因为我一咬啊，里面就出水。这次我把醋倒进去吃。哇，酸酸的。生煎吃完了，就剩汤了，准备喝汤。精华呀都在汤里。终于吃完了，行，那么这个视频啊就拍到这儿，结束了。